画面中这个人呢叫尼克雅，看 NBA 的肯定认识，就算你不看你肯定也见过。因为这哥们呢他自己也没想到在 NBA 还没那么火的时候在中国已经成了一个大网红了。今天我们来说这个人啊，他脚上的一双鞋。同样我们要恭喜国产品牌匹克拿下前 NBA 球星尼克杨作为品牌代言，就是特别喜欢他，经常可以做一些不可思议的事，三分球出手转身庆祝拿球没进，到了附近咔干一双大拐货，非要体验一下拐货的魅力，长得挺帅，明明可以当偶像非要当个逗比。话说回来啊，咱今天说说他脚上那双鞋，全新的匹克太极云，这盒子就是云朵型的，梦幻的粉紫色。我拿到的这双呢就是尼克杨上脚的那一双，这次科技的名称太极云，和这次鞋底上就像踩在云朵上的感觉一样，肉眼可见的透气性非常好的网状的鞋面，然后搭载的双鞋带系统，其实我最期待的还是它的上脚感觉。据说这个太极云科技要比之前的太极科技又上升了一个 level， 这个双鞋带系统就是上面可以这样系下，然后后面呢还可以这样抽一下。说踩云朵的感觉有点夸张了，是不是？毕竟咱没踩过云彩，至少像踩在了棉花糖上面，哇超软，脚感真的不错，感谢匹克，最后欢迎尼克杨加入中国品牌阵营，就这样。